我把药也吃了吧。 我的发！回血，还好。王子还有助攻。我 Q 中了，本来是完美一个 Q 收尾，我还要给他烫死。新之钢。 我还差十块钱，等一下吧。仙狂徒，喂。 都是仙狂都带出新之钢啊！你收到蒙多的传真了吗？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J Michael.够了吗？两个都够。你先买狂徒，它好像是触发不了的，要1500吧。现在只有1300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多个红水晶才能出发，是吗？嗯。往下面走位，直走。然后往这个位置走，你看。哎，他怎么没把我带进去啊？这死了吗？这是。一刀，刚死你，臭小子。不买鞋吗？做完狂徒再买鞋吧，这样出生命值刚的下次会多一点。还死了吧？还一下伤害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
错了哥，错了哥，错了哥，打我怎么这么痛啊哥，这面具伤了我900血，我撤。这把发的空间还挺大的，我突然发现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好好把握一下。冲过去！哎，哥，你怎么死了？渐渐展露锋芒了呀，我天哪。他大步我进去，那我就不怕他了。一直掉帧啊，什么是掉帧啊，就是很卡吗，我不知道，掉帧可能是我加速器的问题。CD 鞋不如三速鞋，我出的就是三速鞋，怎么是 CD 鞋啊，啊我要出的就是三速鞋啊，哎
妖姬还是个大人头啊，这样送到我的嘴里。差点就被打死了。调一下画面，什么画面？烧了5000血了，鬼鬼真他妈能烧啊！哎呦，又漏车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刀补的太歪了。是不是还加血量啊？我的相当于25%一损失的生命值。
再跟你聊。应该是加速器忘关了，所以有点卡。嗯，应该是这样。